抗击疫情，辽宁在行动。各位，您现在收看的依然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湖北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医护工作者更是第一时间不间断地驰援湖北。八号，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通知，要求我省立即再组建两支医疗队伍，共1000名医护人员分别于八号晚和9号上午赶赴湖北，支援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是啊，我省迅速行动组建医疗队，1000名白衣勇士甚至来不及跟家人告别，就紧急集结出发了，重点支援武汉雷神山医院。8号晚上7点半，大连市已有500名从各个医院抽调的医护人员从大连周绥的国际机场出发，驰援湖北。这支50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主，大连市各县区20家医院共同参与组建，目前已抵达武汉，进入疫情防控一线开展工作。而其他500名医护人员也是在昨天在沈阳桃仙机场 T3 航站楼集结出发。也是在昨天，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再次下发通知，要求我省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组派医疗队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工作。昨天晚上，60名白衣天使又迅速集结，即刻出发奔赴抗疫一线。现在是2月9号的晚上8点钟，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在我身后，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60名医护人员正在通过安检，他们将在今晚飞赴武汉，支援湖北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挺进武汉，共度难关。此次国家抽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由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王振宁带队。队员60名，其中临床医师30名，护理人员30名，专业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医院需要我们，武汉人民需要我们，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的职责。我自己就是湖北人，我觉得应该回去看一看的。是义不容辞，我们毫不畏惧。我相信大家能一起去，一起回，一起赢，一起平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到任务后，紧急开展动员遴选队员、准备物资，仅用3小时就完成了医疗队组建任务。感觉非常光荣，也有点担心。我对我的老公说，你尽管去一线，家里的事情我可以一个人都承担起来。老公加油，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此前，我省已经派出5支医疗队和1支疾控队，共1322人驰援湖北。至此，我省驰援湖北医疗队疾控队人数达1382人。现在我觉得也是这场斗争的一个关键时期了，是吧？现在，我们的主要的使命还是要降低危重病人的这个死亡率。我前几次都送大家这次去觉得心情挺激动，是吧？一定完成好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吧？我们这个胜利完成任务，然后率领大家一个不少凯旋归来。记者赵盾、赵宏宇报道。1382人，正是有了这些白衣天使前赴后继，我们才有理由相信抗击疫情我们必胜。截至目前，我们辽宁已经有1382名战疫天使在湖北奋战，你们要在一定要在救治病患的同时呢，保护好自己，我们等你们平安归来。抗击疫情，辽宁在行动。2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唐一军一如既往实地暗访，以4步2直方式深入铁岭县乡村社区，督导全省严查严控30条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实措施，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夯实基层基础，广泛发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抓紧抓细农村社区防控工作，全力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农村和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和重中之重，唐一军多次以暗访方式督导检查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在凡河镇红光村和城南堡村，唐一军一行均被阻拦在村口警戒线外。他详细询问村口巡逻的在岗干部，外出务工返乡的人有多少，有没有全面摸排到位，相关措施有没有落实，村干部均有问必答，并表示村口24小时有人站岗，至今没放一个外人进村。唐一军说，这段时间你们放弃休息，尽心值守，守护百姓健康，大家辛苦了。
要继续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地做好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以接地气的宣传引导、人性化的管理举措，让严查严控三十条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在浅水湾小区，唐玉军实地查看隔离封闭管理和人员体温检测情况。他叮嘱物业工作人员，面对居民来访亲友，要坚决不松口子、不讲情面、不搞变通，不厌其烦地进行劝导，把这种看似无情最有情的做法坚持下去，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链条。在浅水湾社区，唐一军看望慰问在岗工作人员，他强调，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要坚持严而有序，一方面严控到底，坚守里不出外不进底线，坚决阻断疫情蔓延扩散，一方面精心做好便民服务和心理疏导工作，努力实现群众不出门，服务送到家。唐一军强调，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各级领导干部的党性观念，检验着广大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问一问，还有哪些措施没有落实到位，时刻找一找还有哪些方面存在漏洞短板，及时梳理查缺补漏，严格执行一级响应，严格落实严查严控三十条，做到守土有责不动摇，守土担责不含糊，守土尽责不懈怠。本台报道。抗击疫情，辽宁在行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天下。接下来我们来通报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2020年2月9号17点到19点，辽宁省锦州市新增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为普通型病例。截至2020年2月9号19点，辽宁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是107例，治愈出院12例。在107例的确诊病例当中，沈阳市26例，大连市16例，鞍山市3例，本溪市3例，丹东市7例，锦州市11例，营口市1例，阜新市7例，辽阳市3例，铁岭市4例，朝阳市6例，盘锦市11例，葫芦岛市9例。目前95名在职患者均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其中重型病例12例，危重型病例2例。95名在职患者当中，64例为输入性病例，31例病例为本地感染病例。目前累计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2004人，已经解除医学观察1296人，现有69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11人正在追踪当中。在丹东，昨天有2名确诊患者痊愈出院，患者冯某某、刘某某分别于1月27号、1月28号确诊，经过精心的诊疗和护理，已符合出院的标准。目前丹东市共有3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昨天沈阳市第6人民医院暨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集中救治中心再度传来喜讯，有一对母女成功的治愈并且出院了，这已经是连续3天持续传来的患者出院的好消息了，我们一起加油。昨天沈阳一对母女确诊病例成功治愈出院，截至目前沈阳市已累计治愈出院5名患者。患者杨某和女儿丁某1月24号入院，经过治疗，母亲体温连续11天正常，女儿体温连续16天正常，2月7号和9号2次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符合出院标准，省卫生健康委批复同意出院。非常感谢就是医院的医护人员，就感觉他们特别的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一开始我母亲进来的时候，情况还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后来慢慢恢复，就挺高兴的。半个月以来，终于可以出院了，就挺激动，特别开心。终于可以15的月亮是6圆了。本台报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对母女在整个的疾病治疗过程中相互鼓励、互相支撑，积极勇敢地与病魔做斗争的故事，不仅影响了一同住院的病友，也深深感动了医务人员。是啊，疫情无情，医者仁心。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医护人员始终都是以精湛的医术和对患者无微不至的仁爱之心为健康保驾护航。是啊，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节目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辽宁省多次派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昨天又派出了60人。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元宵夜以及之后的那一天，我们辽宁一个省
一次派出1000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是啊，从元宵节当晚开始，辽宁省的1000名医护人员是兵分两路，从大连和沈阳出发，分成8架包机飞赴武汉。大连援助湖北医疗队500名医护人员是从大连机场出发，而就在飞机起飞之前，大连空管在起飞指令当中加入了这样一段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在这里满满的感动，我想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被感动的吧。我听到了塔台的工作人员哽咽的声音，这每一声祝福都是来自心底最真实的呼唤。平安盛世，救死扶伤，疫情当头，赴汤蹈火，医护人员的每一张脸上写着刚毅二字。一次次告别的镜头，细语叮咛，泪水和微笑，以前我们只有在电影当中才看得到的热血沸腾，现在活生生的就在眼前。有泪水，但更多的是祝福。平安平安，一定要平安，这是我们每一个辽宁人的叮咛啊。紧急的召唤，短时间内的集结，莫大的责任感，让辽宁人肩负起重担。为了打赢这场防疫战，全国各地的医疗工作者纷纷出征。截止到8号晚上11:30，共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9个省、自治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队医院派出的134支医疗队，13900多名医疗队员。是的，其中奔赴武汉市的有121支医疗队，12200多名医疗队员，其中包括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员10800多名，解放军部队援鄂医疗队员1400名，另外有13支医疗队，将近1700名医务人员分配到了湖北黄冈、咸宁等11个城市。愿大家不负众望，早日平安归来。是啊，在疫情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每个行业都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是啊，昨天下午，沈阳市审核区卫生监督执法大队就对辖区内的医疗机构及宾馆进行了监督检查，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块去看看。2月9号下午，沈阳市审核区卫生监督执法大队在辖区内进行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在沈河区中医院对医院的分诊点、隔离室、医疗废物处置及来往人员登记记录进行了监督检查。沈河区中医院除了在医院内进行疫情防控，还在附近的社区进行宣教。我们所管辖的辖区内也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原来的60岁以上的居民，对他们进行宣教，就是居家隔离，然后做好防护。然后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体检任务什么的，就告诉他们尽量往后延期。宾馆是大部分外地人来沈的落脚点，也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对辖区内的宾馆，工作人员主要检查了各项卫生管理制度的落实和信息公示情况，以及使用的消毒产品的有效期、锁证及消毒液的配比使用情况。我们分成了3个组，一个是医疗组，一个是公共场所组，一个是学校及幼儿园检查组，总共分成了3个组。这3个组的成员呢，我们都每天，都在外边检查。从1月26号至今，沈河区卫生监督执法大队累计检查325户次，其中医疗机构共115户次，公共场所共148户次。记者赵盾、赵宏宇报道。
有你们在呀，我们就觉得很安心。哎，众志成城，只要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都能做到严防疫情，距离胜利的日子就不远了。是啊，疫情面前防御以及救治工作都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要求，确定了以各市定点医院为基础、区域集中救治中心为枢纽的全省集中救治体系框架。三支省市联合组建的医疗队陆续进驻沈阳、大连、锦州三个区域集中救治中心。78名医护骨干组成的大连中心医疗队、40名医护骨干组成的锦州中心医疗队，2月7号、8号陆续进驻。这次呢，我们省里面派呢我们医疗队支援我们大连这个抢救病人的一个工作。我相信呢，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肯定能战胜疾病。我们这个专家队伍呢，首先呢，我们分三组，两个普通病区，还有一个重症病区。沈阳中心医疗队由重症专业为主的68名医护骨干组成，已经全面投入医疗救治。现在沈阳急救中心的省直的啊，就省属的这样一个专业的重症医学团队已经入驻，对于我们辽宁重症病的救治啊是有保障的。我们统筹调配了200余名医护骨干，会同医院的医务人员共同分组排班，共同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此外呢，我们还储备了近1000名的后备队，随时集结待命进驻中心。我省组建了疫情防控、医疗救助和重症救治专家指导组，建立起省级专家会诊巡诊制度，指导支持区域集中救治中心开展工作。全省确诊患者都将集中到区域集中救治中心救治。目前已有鞍山、阜新、铁岭、朝阳、盘锦等市部分确诊患者转入沈阳中心接受治疗。本台报道。接下来看一组最新消息。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从最新监测的数据看，2月8号全国36个大中城市米面油零售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猪肉价格小幅上涨后趋稳，鸡蛋价格稳中趋降，15种蔬菜价格比1月30号高点回落了10个百分点。说，商务部已建立31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疫情联防联控应急工作联络机制，应部分地方需求，协调落实口罩等货源200多万只，方便面货源200万桶，同时积极落实境外援助，医疗防护用品货源对接落地。说，泰国克勒府枪击事件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30人，其中包括3名警察和1名军人，另有58人受伤，凶手是一名32岁的军士长，没有我国公民在枪击事件中伤亡。说，防控疫情，大家减少外出，学生们假期延长，长时间在家利用手机电脑学习，同时户外运动不足等，影响脊柱生理功能，继发近视等系列健康问题。为此，国家体育总局组织专家编创了简便易行的课间视力操和睡前视力操，大家都学起来吧。说，为加强疫情防控，有效应对节后复工客流高峰，避免在地铁进站测温区发生拥堵排长队现象，沈阳地铁在沈阳站、沈阳北站、青年大街站、工业展览馆站等11座重点车站配备了全自动红外体温检测仪，目前均已投入使用。说，今晨辽宁中西部、北京东南部、天津、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福建西部、重庆西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今天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未来3天，贵州南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抗击疫情，辽宁在行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天下。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家卫健委的疫情通报。2月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062例，新增重症病例296例，新增死亡病例97例，湖北91例，安徽2例，黑龙江、江西、海南、甘肃各1例，新增疑似病例4008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632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9307人。截至2月9号24点，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
例35,982例，其中重症病例6484例，累计治愈出院的病例3281例，累计死亡病例908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0,171例，湖北核检87例，江西、甘肃各核检1例，现有疑似病例23589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99487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87518人。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64例，香港特别行政区36例，死亡1例，澳门特别行政区10例，治愈出院1例，台湾地区18例，治愈出院1例。2月9号0点到24点，湖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2618例，全省新增死亡病例91例，新增出院356例。截至2月9号24点，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29631例，全省累计治愈出院1795例，全省累计死亡871例，病死率2.94%。目前仍在院治疗22160例，其中重症4269例，危重症1236例，都是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现有疑似病例18438人，其中集中隔离14388人，当日排除7194人，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132555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73127人。说天下，我们一直在行动。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有关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气溶胶传播、病毒会不会污染蔬菜肉类等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啊。是的，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是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的，所以可能会有朋友担心，我们吃的菜是不是安全呢？农产品在运输、售卖等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附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菜农会不会打过喷嚏？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安全无毒的呢？是啊，带着这些问题，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做了一一的解答，我们来听一下。病毒通过飞沫，通过直接接触的方式就污染到蔬菜、水果或肉类的几率非常低，就是但是肉，我们建议就蔬菜、水果和肉类回家后，就先用流水来清洗。当然有人说是不是多放几天更安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建议还是不要放置太久，因为暂时不使用的肉类可以冷藏冷冻来保存。冯路钊同时提醒，农产品不要生食，蔬菜、肉类应炒熟食用，水果尽量削皮食用，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要分开放置。病毒是怕高温的，在56度，30分钟就能被杀死，而炒菜，经常能达到就100度以上的高温。同时也提醒大家，有处理之后还要及时的洗手。当然，新冠病毒现在还没有证实，就是可以通过这种粪口，就是消化道的传播，但是通过将食物这种洗净煮熟、饭前便后洗手这些方法，可以预防就是病毒经过消化道的传播。针对气溶胶传播是否是新冠肺炎传播途径的问题，冯路钊表示，新冠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还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气溶胶和粪口等传播途径尚待进一步明确。气溶胶传播是指就是飞沫在空气中悬浮的过程中，因为失去水分，剩下的蛋白质和病原体组成了就是核，就是形成了飞沫核。这个飞沫核可以就是飘到更远的地方，就造成远距离的传播，这个就是气溶胶传播。一般情况下在特定的环境里面就是可能发生气溶胶传播，比如说在一些临床气管插管的操作中，就是非常专业的医疗操作，可以发生。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听明白了吧？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吃热菜，只要是经过高温烹饪的熟食，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食物。那些馋日料的，您就再馋一馋，忍一忍吧。什么生鱼生肉啊，什么凉拌沙拉啊，就都先别吃了。我们有困惑的时候，一定要听权威人士的解答。是，现在是疫情当前，但是千万也不要草木皆兵，听风就是雨。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还对大家急需的口罩做出了回应。目前全国口罩企业复工率达到了73%，
除了湖北省之外，全国其余30个省份都已经部署安排企业复工复产了。医用口罩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了87%。另外，从最新监测的数据来看，2月8号，全国36个大中城市的米、面、油的零售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有猪肉价格小幅上涨后趋稳，鸡蛋价格呢稳中趋降。从后期来看呢，全国以武汉市等重点地区重要生活物资的供应还是有保障的，价格预计总体平稳。是的，说那下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消息。嗯，说就在2月5号，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通报了一例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名患者呢是1月23号早上出门买菜，并且在菜场和某路人，是另一名江北区的确诊患者。他们在同一个摊位有过短暂大约15秒的近距离共同停留。嗯，当时两个人都没有佩戴口罩。2月4号，这名买菜的市民呢被正式确诊。而根据调查显示，除了买菜的这次意外经历之外呢，他之前没去过疫区啊，也没有接触过野生动物，更不认识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患者。难道就是买菜这么15秒一小会儿的功夫就能不幸中招了吗？目前虽然说不能够确定这位患者的得病原因，就是买菜的时候那15秒的近距离接触，但是也开始让人关注无症状感染者在疫情传播当中的角色。无症状感染者说白了就是没有症状，但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样的患者是否具有传染性呢？传染能力如何呢？无症状感染者会成为潜在在人群中的定时炸弹吗？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北京地毯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表示说，目前观察到的一些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但是核酸检验呈阳性，这样的病人也是有一定的传播力的。据不完全统计，辽宁、浙江、山东等至少7地出现了无症状感染者。说到这无症状的感染者，总是让人觉得害怕，因为他不像明显的确诊患者那样，哪怕有咳嗽或者发烧的症状，能让你啊有所警醒。人家的表现就跟普通人一样，让人是防不胜防。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担心。2月5号，国家卫健委在最新发布的文件当中指出，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更新的第5版诊疗方案当中，新冠肺炎临床分析新增了轻型患者，也就是临床症状轻微、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的患者。也就是说呢，咱们常说的无症状感染者呢，其实有可能就是轻型患者。那么他们的传染力如何呢？在这里专家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了，通常认为他的传染性即便有也是非常弱的，所以没有必要太担心没有症状的感染者。有关这个呢，世卫组织的看法也是类似的，无症状患者可能不是病毒的主要传播者。传染病专家缪小辉表示，现在各大城市都采取了返程人员14天医学隔离的措施，因此所谓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呢，对于非疫原地武汉之外的城市而言，其危险性就大大的降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媒体报道的这些无症状感染人的例子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说，从目前的流行病学数据来看，至少从家庭聚集性病例来看，都是有这种原病例发病在先的。所谓的这个原病例无症状的时候他感染了人，是指还在病毒潜伏期的时候感染人，这个不叫无症状感染者。说白了就是感染你的那个人，他虽然没有症状，不代表他是无症状，只是还没有爆发期而已。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无症状感染者还是有的，而且也是具有传染性的。那么说到最重点的问题了，我们该怎么预防呢？对于一般人群而言，通过完善现有的防护措施，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就是预防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是疑似确诊患者传染最有效的手段。在高发地区应该居家隔离，减少外出活动接触，在低发地区呢，应该强调咳嗽礼仪与这个手的卫生，适当减少不必要的聚集。眼下很多工作单位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复工了。有专家就提示，特殊时期同事们的交往不妨冷淡一些，保持一定的距离，减少不必要的接触，包括你的办公用品都尽量不要被别人触碰。另外，坚持洗手，保持卫生。没错，现在的冷淡是不影响日后的感情的，大伙儿要特别的注意。是啊，说那下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消息，让我们来看一看封城之后的武汉现在是什么样子。就让我们从一位90后的河南小伙赵斌的这个镜头里边来看一下。说这个小赵呢，从2018年开始在武汉送外卖。5年前呢，小赵买了一台相机，工作的时候呢，他就一边送外卖呀，一边拍拍武汉街头的人，拍拍新鲜的事儿。是的，而这一段视频就记录了疫情发生之后他所看到的武汉，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赵斌的心情哈。作为一个这个外卖员，他每天对这个城市的理解都是非常繁忙。嗯，为了能够按时按点送一次餐呢，他每天都要在人潮汹涌的车道上穿行，而突然之下，这一切都安静下来了，拥挤的大马路没有车，也没有人了。赵斌说，他送餐的区域是在湖北美院附近的。没有订单的时候，他就去学校蹭课借书，里面老师和同学对他都挺好的，感觉这个城市可包容了。这让他喜欢武汉，感觉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当疫情来了，也和他们一样难受。这段日子，赵斌也注意到，虽然说武汉是特殊时期，但是日常生活供应变化不大。他说碰到一个河南老乡在卖菜，菜的价格和平时差距不大，超市里各种物资都很齐，就在朋友圈里告诉大家不要传谣。赵斌还看到医护人员的工作也有了保障。之前有新闻说呢，武汉的医护人员上下班都没有车，都是得自己骑自行车或者是走这个走路去嘛。现在有了保障车队，这样他们上下班呢就不用走路了。嗯，他还说以前送餐的时候，可能有的顾客还不太理解自己，但是这次疫情来了之后，好像一下子就有了变化。不管是点餐的顾客，还是小区物业值班的师傅，都对我们非常好。很多顾客还给了我们口罩，虽然说我们隔着口罩，但是忽然觉得人跟人的距离一下子更近了。哎呀，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你看休息的时候吧，忙着这个关门锁户的隔离，只有这些外卖员还在路上奔波和奔忙为大家服务，将心比心都是非常的不容易。赵斌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等到春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婆到武汉去看樱花。眼下天气一天天的暖和了，这个愿望还会远吗？这个愿望肯定不会远，因为我们都在期待春天，期待看樱花的季节。武汉加油，热干面加油。接下来看一组最新消息，说目前湖北省主要的防护品生产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100%，防护服日产量稳定在30000件以上，湖北正加大力度扩大防护品的产能，尤其是防护服、N95 口罩等重点物资的产能。说百度地图紧急上线新冠病例层活动场所专题地图，49个城市相继发布。依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北京市新冠病患层活动场所或小区已全部上线完毕，可供市民及时了解信息，准确掌握权威发布的相关信息。说正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33届非盟峰会上，出席此次峰会的联合国非盟领导人等纷纷声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主张防止侮辱性言行和谣言的发生。说昨天意甲第23轮开始第一场较量，尤文图斯客场遭逆转，1-2负维罗纳。刚过35岁生日的 C 罗打破僵局，成为第3位连续10轮意甲破门的球员，也是首位连续10轮意甲破门的尤文队员。说昨天在2020世界田径室内巡回赛波兰托伦站男子撑高跳比赛中，99年出生的瑞典天才选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17，并在第2轮试跳成功越过横杆，打破了由拉维莱涅在2014年所创下的6米16的世界纪录。那下我们进来给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中国女篮又赢了。嗯，就在昨天，在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女篮奥运赛第3阶段第3轮比赛打响，已经提前赢得2020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中国女篮，以100-60的比分大胜老对手韩国队。嘿，这最终的结果就是地道，三战全胜，小组第一，昂首阔步挺进东京奥运会。100分的比分呢，也是100分的表现，同时呢，也给了我们满分的信心。这事儿提气，其实咱们女篮姑娘们跟韩国队在赛场上算是老对手了。那是啊。就在去年11月上一阶段的奥运预选赛当中，我们还曾经以1分之差惜败韩国队。所以昨天的比赛呢，必须是拼尽全力。第一节比赛19-13，那中国队呢暂时领先。第二节再战分差拉大，黄思静3分球飘进啊，这李梦空呢空切打成，高颂罚球线跳投命中，还有江德京3分命中。韩旭中距离得手，杨立维、邵晴还有李源进攻多点开花。第二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女篮47-24领先韩国队23分呢，天呀，这一下就奠定了胜局了。
下半场的比赛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就是保持状态，拉大分差。第三节中国队是71-44继续领先，最后一节攻势不减，最终比分是100-60，以40分的分差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看得我热血沸腾。我们现在来看全场比赛，咱就拿数据说话，两分球的命中率63%，大大高于对手的33%。要说那三分球，这命中率我们达到了39%，也高于对手的36%。篮板以46-28领先，助攻与29-18领先。一句话吧，就这场比赛，赢得硬气，让人精神振奋。女篮这三场的比赛呢，一场比一场精彩，实实在在的给宅在家里的各位呢来了一个强心针呢。女篮姑娘们不容易啊，为了备战，其实她们本来已经放弃了春节和家人的团聚，结果就在比赛前10天，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国际篮联决定把比赛场地从广东佛山改到贝尔格莱德。这10天啊，女篮的姑娘们要临时办理签证，调整训练计划，还有倒时差，适应场地，对吧？失去主场优势，但是在种种不利的因素之下，咱们首战告捷啊，86-76啊，成功的逆转了英国队，取得了开门红。第二场比赛，我们是碰上了小组最强的西班牙队。西班牙女篮世界排名3，一直被称为是欧洲之王。之前我们跟西班牙交手，战绩是1-4。哎，一般一般，全世界第三，对吧？但是女篮呢，在赛前准备会上说呢，当需要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叫勇敢。当一个团队挺身而出的时候，这叫担当。当一个国家身处逆境，呼唤一种精神的时候，那就是使命，那就是信念，那就是一往无前。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啊，更要打出中国女篮的精气神儿，敢打硬仗，遇强则更强。逆转局势，顽强防守，最终我们是以64-62的比分战胜了西班牙队，提前锁定了奥运会资格。女篮姑娘们敢在赛场上硬碰硬，场下也心系祖国。每场比赛之前，她们都在球鞋上写下“武汉加油”的寄语。是啊，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就像女篮在赛前的更衣室里说的一样，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能量的传递。女篮精神是永不放弃，在疫情面前，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精神去来战胜一切的困难。而上一场比赛，也就是2月8号，面对世界排名3的西班牙队，在最后5分钟掀起的反击狂潮，在15分优势荡然无存，最后1分钟被对手反超1分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姑娘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最终以2分的优势拿下了比赛，在东京奥运会资格赛第三阶段比赛当中，提前一轮获得了2020奥运会入场券。在疫情防控时期，为国人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那场比赛赛前更衣室的视频，这两天也是引发了大量的关注，让不少网友直呼燃。讲个段子啊。这个深山里的狮王虎王不是选举产生的，他们遵循丛林法则，强者为王。我们中国女篮历经4年磨砺到今天，已经初具钢牙利齿了。2018年倒在你们脚下的是日本，是加拿大，2019年是世界亚军澳大利亚，今天你们面对的是号称欧洲之王的西班牙队，我们就是要在家门口挑战他。你们都是青年军，身上满满的都是锐气和朝气，我们无所牵挂，更无所畏惧。所以今天这一战，我们要彻底打出我们的这种朝气。最后想给大家说一句话，就是竞技体育，竞技赛场，一切皆有可能。大家拼力，要打出你们的真实的实力。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就是展示你们的一个最好的舞台。王者从来不是等来的，是要靠搏杀争抢来的。你们这些未来的年轻的王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把你们左手搭在同伴的肩上，右手全伸出来。今天我们挑战欧洲冠军西班牙，大家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是谁？中国女篮！谁？中国女篮！中国力量！中国力量！中国力量！
高高，太赞了，团结一致，永不放弃，迎难而上，从不懈怠，中国必胜。是啊，王者永远不是等来的，是拼杀出来的。三战三胜，无往不利。接下来的五个月呢，是中国女篮备战奥运的时间，给女篮的姑娘们加油，她们是好样的。是啊，收听一下，我们新闻继续说，经过了漫长的春节假期，宅在家里，各位是不是稍微觉得有一点点无聊呢？我们接下来给您提个醒哈，就是今天傍晚有一个好节目，千万别错过了。而且这个节目呢，不用买票，不用电视收看，各位就在自家的阳台上，您就搬一小板凳，好好找找。因为在今天傍晚啊，就是平时难得一见的神秘水星露面的时候。是的，水星是我们太阳系八大行星当中离太阳最近的一颗了，距离只有5790万千米，这就导致水星呢老是在太阳附近运行，而且太阳呢还那么亮，光芒完全把水星给笼罩了，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很难观测到水星的样子。是啊，我国古代把水星称作是辰星，西方人呢给它起名叫莫丘利啊，跟十二罗马神当中的一个同名，原因就是水星啊跟这罗马神一样跑得特快。莫丘利是各个神的使者和传译，头上一顶插着双翅的帽子，脚穿飞行鞋，就为了跑得更快。而水星呢是88天就可以绕太阳一圈了，所以你想这速度就跟莫丘利有的一拼了。甚至就因为公转太快了，水星有的时候出现在太阳的东边，有的时候出现在太阳的西边。古代人啊还以为水星是两颗不同的行星呢。是啊，这回行踪不定啊，还总被这个太阳呢弄隐形的水星终于要露面了，我们终于可以仰望星空了啊。水星呢能被观测到的时候呢，就是它离太阳最远的时候。是，那如果在太阳东边最远，那就叫东大距，那在太阳西边最远呢，叫什么呀？叫西大距。东大距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黄昏时分的西方地平线上方找到水星。西大距的时候，水星呢则在黎明时分的东方低空出现。从观看效果和实际上来说，肯定还是东大距更好。是啊，今天傍晚就是水星今年的首场大距，对吧？也是首场拉大距，不是东大距。天气好的话，各位直接用肉眼啊，就能在日落后的西方低空找到水星的踪迹。那么至于水星长什么样呢？列位上眼，肉眼上看去估计是普普通通，但是在天文望远镜的观测之下，各位瞧瞧，那也是一颗闪亮的灯球啊！根据专家的提示，看水星其实不只是局限在大距当天啊，在今天前后几天我们都可以观测，而且今年水星的东大距和西大距各有3场，一共是6场，其中4场的观测条件很不错。哎呀，啥也不说了，晚上我就搬一小板凳在阳台上，我去仰望水星。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天下。说天下新闻继续，今天开始有一部分人开始复工了。这个时候大伙儿最关心的就是上班如何来防护，复工前呢该做哪些准备的工作。首先要准备好的就是自己的心情和良好的心态，心中多留意，但是切忌恐慌哈。出门之前呢，我们先测量好自己的体温，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要是出门的话，记得准备好一天的所需，口罩啊，消毒纸巾啊，避免穿聚酯纤维、真丝等光滑面料或者是材质较硬的这个衣物，建议呢穿着像羊绒包括羊毛或者是亚麻等类的衣物。再有就出门的交通问题，首先自驾出行是最安全的，建议呢错峰出行。其次，大多数人的选择想必是公交、地铁、出租车等等。最新消息，2月10号0时起，沈阳9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是的，这个是沈阳市交通运输局昨天发布的通知。为满足即将到来的企业复工、返程等群众出行需求，在认真组织落实公交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按照安全防控到位、运营服务有序的原则，从2月10号开始恢复部分城市公交线路的运营。咱们简单来说一下，2月10号0时起恢复100路、102路等96条公交线路的运营。第二点就是参加运营的公交线路运营时间参照冬季方案执行，其中延长早晚高峰运营时间，早高峰时段调整为7点到10点，晚高峰时段调整为16点到19点，高峰期间增发车次，加密车格。同时对部分线路首末车时间呢做出适当的调整，原首车呢早于6点发车的线路呢统一调整为每天6点发车，那原末车时间晚于20点30分的线路呢统一调整为每天的20点30分收车。第三点，为了确保乘客的健康安全，乘车需要佩戴口罩，乘车实名扫码登记，所以呢请市民一定要予以配合。特别强调的是，目前
沈阳市呢仍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车厢内乘客应该保持适当的间距，同时呢在车厢内人员较多的时候，根据实际的疫情防控的需求，存在车辆到站不停或只下不上等情况，那公交企业将适时调整运力结构，增配车辆，加密车格，降低车辆的满载率。因为要实名乘车，所以提醒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带好手机以及身份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部署的全面提升勤务等级，加强医院安保工作，强化医院周边巡逻防控，加大对伤医扰序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对涉及医院警情第一时间出警，坚决依法快速查处，切实维护正常医疗秩序。辽宁省公安厅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我们一块了解一下。辽宁省公安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疗机构特别是疫情定点救治医院及发热门诊作为救治防疫工作的主战场发挥了突出作用。近期全国陆续发生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案件，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开展。为了切实保护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确保疫情期间医院平稳有序地开展救治工作，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凡实施下列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现通告如下：一、殴打、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二、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非法限制医务人员的人身自由，或者公然侮辱、恐吓、诽谤、追逐、拦截医务人员的；三、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用具、吐口水等行为，可能导致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拒不接受医疗卫生机构的检疫隔离治疗措施，或者阻碍医疗卫生机构依法处置传染病患者尸体的；五、强拿硬要或者故意损毁、占用、哄抢医疗卫生机构的财物，或者在医疗卫生机构违规停放尸体、摆放花圈、焚烧纸钱、悬挂横幅堵塞大门、起哄闹事，造成秩序混乱，影响疫情防控工作正常进行的；六、非法携带管制器具或者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进入医疗卫生机构的；七、其他侵犯医务人员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情形。有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辽宁省公安厅，2020年2月9日。大家一起努力，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的诊疗环境，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疫情期间，很多地方都在严查高速社区具体到户到人。这样一来呢，反倒要有了意外收获，一些潜藏的网络逃犯没了容身之所呀。对啊，你租房子，谁能租你啊？知道你是哪儿的人呢？是啊，高速过关卡是吧，都得量体温，需要出示身份证，只要交警内部网上一搜，逃犯身份马上就露馅了。最简单的事儿呢，就是你上药房买俩口罩，要是药房有货的话呢，都需要你出示身份证来购买，这个时候是逃犯也是无所遁形的。最近啊，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就接待了一名主动来投案自首的网上逃犯。这人呢，骑自行车啊跑了200多公里，太难了，最后实在没地方去了。记者2月9日从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获悉，2月7日，一名骑自行车近200公里潜逃至该市翼城县的网上逃犯范某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经查，犯罪嫌疑人范某，男，38岁，河南省商水县人，于2015年伙同他人在网上冒充白富美，以炒邮币卡为名进行网络电信诈骗，涉案金额上千万元，于2017年被河南省郏县公安局列为网上在逃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翼城警方配合全县防疫检查点开展核查工作，全面排查所有外来人员，并组织巡逻警力全天24小时加强街面巡逻。2月7日，网上逃犯范某骑自行车从晋城市出发，一路走偏道小路到达翼城县，是在晋城临川的红豆山大峡谷，然后骑着自行车，然后抄的全是小道，因为他不是这边本地人嘛，他具体就是说不清楚从哪绕过来的，
然后一路绕到翼城，因为不是翼城这边，近期我们这个防疫卡子也比较多，而且街上我们一直是在不间断的巡逻，他就是设于这种压力吧，他也没地方住嘛，也找不下住的地方，然后就是走投无路，就选择了投案。目前，翼城警方已与河南警方联系，并将犯罪嫌疑人范某安全移交。就是躲不下去了，到哪儿都不安全，还不如到公安局自首最安全。对，跑得了一时，你跑不了一世啊！重新做人是必须要过的一关，那是。是啊，这些日子大家伙都宅在家里哈，吃饭、买菜这些日常小事反倒成了问题。为了给小区居民带来方便和温暖，铁岭市鄞州区园林雅居物业公司的爱心服务团队，每天呢把装满蔬菜的爱心菜篮送到居民的家门口，让宅在家里的居民吃得好是待得住。蒜苔一把，黄瓜二斤，圆椒一斤，胡萝卜三斤。二月七号上午，记者走进铁岭市林园雅居接待中心，看到几位穿着白大褂的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报单、称重、装袋，为居民整理所需的蔬菜。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保障居民减少外出的同时又能吃上放心菜，园林雅居物业公司创建了爱心菜篮微信群，让居民通过微信群订单轻松购买到所需蔬菜。我们工作人员早晨五点就到贸易城采购蔬菜，采购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按照业主的订单进行分发，之后呢把这些蔬菜送到业主家楼下，然后业主到楼下来取，让业主呢不出门就能得到吃到新鲜的蔬菜，然后一病毒隔离。据了解，物业公司的采购车辆及蔬菜存放室都能保证每天消毒，服务队队员更是全副武装，出售的所有蔬菜也都是以批发价的70%低价销售，比市场菜价要低一半，同时每天都会推出特价菜、爱心价。这些相关信息，物业工作人员都会在前一天发布到微信群中，第二天根据订单免费送菜上门，并在每个包裹上附上一张爱心卡片，树立居民抗击疫情的信心与决心。这些暖心举动得到了居民的一致拥护，连连点赞。哎呀，非常感谢，物业跟开发商，要没有他们，我们出去非常难。在疫情情况下，连车都没有，我们也走不出去。要没有他们，我们就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非常感谢他们。自二月四号爱心菜篮行动开展以来，微信群人数迅速达到500人以上，每天都接到订单60到100个不等。物业工作人员虽然辛苦，但是他们觉得很值得。这种活动呢，我们会一直坚持到疫情稳定、公交车通之后，给业主们生活提供保障，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同时，爱心菜篮行动也得到了社区的支持与配合，他们将宣传工作落到实处，携手共同抗击疫情，战胜疫情。本次那个防控疫情期间呢，我们社区也是那个配合物业来做这次那个菜篮的行动。其他那个防控工作呢，我们社区也一直在做。每天都定期上午、下午都有那个巡逻喇叭队来进行那个对那个小区那个疫情防控宣传。有吃有喝了哈，不出门也是一样的。给社区的工作人员点赞，服务做得这么细致，这个小区的居民真的很有福气。最近我还看很多从来不做饭，平时只点外卖的小伙伴，怎么样，服了吧，下起了厨房了吧？从中餐到西餐，从烧烤到火锅，甚至连甜点、蛋糕你都会做了吧？发现原来自己是有做大厨的潜质的。对，疫情让大家宅在家里和亲人团聚，也让很多人开始懂得享受生活。说点小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好，说一下，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么多了，我们明儿见。明天见。
边有